嘿呦呦呦呦 ，What's up, everyone？ 大家好久不见呀！ Yeah, 今天呢，我人就在这个新山 Johor Bahru， 哎，经过很多很多的朋友的推荐哦，他们叫我一定要过来吃，过来这条街走一下哈。然后这里有很好吃的面包，所以呢，我现在人就到这边了。话不多说，马上过去。是的，现在我们就到这个陈旭年文化街，我们现在先走进去看看啊、哦。两边呢，这个中国风就很浓厚，很浓厚。你看，到处都满了人。现在我们要去的就是这间好入街面包店啊、哦。你看，好多好多好多人都在排队啊，哇！好 ，OK， 没事，我们先去，好吧，不要讲太多。One hour later， 可以看到它旁边很多的排队，然后包括那个面包啊，就是很多很多的排队。这个对面的老板娘是再热情啊，然后就跟他叫了一个 bang 一个 coffee bang 一个 garlic bread， 哇，试一下这个 garlic bread， 他讲很多人吃，所以我们就试试看。One hour later， 喝一口快点，喝一口快点，让我拿回去。好吧，好了，这个哈猪的这个面包，然后它这个呢是最多人打包的，所以我就拿来，我们就当场试一下到底，哎呦，还有烫烫的，还好烫啊，看一下，这不就是豆沙包吗？好多人来打包豆沙包。好吃吗？好吃。然后，不过太多人打包了吧？怎么不了？它就很香。老板娘好热情，又送了这个面包。面包好吃吗？什么味道？味道，味道。跟古晋的一样吗？哇塞，看到流口水呀、啊！这个应该很特别。我吃完了。再次，我们这个，我觉得我们这个一定要先试一下哈、啊。这个在我们古晋很少见啊。如果会吃辣更好吃。哎呦，试一下人家米粉哈、啊。这种米粉的味道呢，就是在西马才会吃得到，现在在中后也吃得到。看一下它的什么，好吃。OK， 废话不多讲，我们先吃哈。我们跟热情的老板娘讲了，老板娘先走了，改天有机会见，拜拜。好，不用了。当我们跟老板娘道别之后呢，我们就继续逛了一些整条街的每一间店面哈、哦，然后发现到呢，这里每一间店面都好多人呐、啊，好、哦、每一个餐厅，不管什么样的餐厅都有人在排队，然后呢，哇，这里生意真的好好，也很特别，很有中国风的感觉。这间也是很特别的咖啡厅。这咖啡厅呢，里面是用 container 就是货柜做成啊、哦，然后里面的风景也感觉
非常的很有味道，然后当然也有其他的当地美食哦，牛肉面家，但是我实在吃不下了，还有这个羊肉面。最后呢，就跟这位小帅哥一起，我们在这条街做打卡，然后呢就拍了好几张漂亮的照片。那今天我们的旅程呢就到此结束了，谢谢各位的观看。好，下一次我会努力的再更新哈。好，拜拜。